欢迎大家来到快钱播报，我是宋志敏。微微一笑很倾城播出后广受粉丝好评，杨洋饰演的肖奈和郑爽饰演的贝微微可谓天生一对，通过网络游戏相识相爱，最后走到一起的故事，打动了很多游戏迷的心，收获了大批忠实的粉丝，直到如今各大电视剧热搜榜单上还能看到他的身影。据悉第二部将以两人婚后的生活为主线，事业有成的肖奈和贝微微开始了平凡又不普通的生活，而第二部中的女主角很可能将换为当红小花迪丽热巴或关晓彤。郑爽在第一部中的角色已经深入人心，完美的展现了一个校园女孩清纯和可爱，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，第二部中的肖奈和贝微微的爱情很可能由第三者破坏，展开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。另外一边，郑爽与张翰这一对 CP 在荧幕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，第二部中的第三者很可能由他主演，如果这样发展的故事不知道又会俘获多少人的心，值得大家期待。本期节目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，更多精彩内容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关注我的动态，谢谢，下期见。